把那个绵绵的血样本给我换掉，这张卡里的钱就是你的了。亲子鉴定明明被我动了手脚，盛元圭怎么还能攀上叶成君？不行，有了叶成君这个靠山，对付沈云归会更难。必须要阻止他们在一起。要脸，狐狸精！知名影星李氏集团千金李思化。 听说他一直在追叶成君，哼，机会来了。就是呀，沈云归那个贱人啊，还厚着脸皮当上了叶君集团的设计师呢，还靠着他的女儿攀上了叶君集团的总裁，真是人之贱，则无敌呀！我说怎么叶哥最近不理我，原来是着了狐狸精的道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 要不是为了不赔钱，我才不要陪自大狂参加宴会呢，累死了，还没加班费。你就是沈云归啊？你是李思化？你好，我是负责您新剧服装设计的沈云归，正说明天约您见面呢，真是乡情不如偶遇。一个小小的设计师而已，竟然也敢觊觎我李思化的男人，信不信我让你在整个京都永远都找不到？ 李大小姐家大业大，我哪敢得罪呀、啊？您的意思，我会向叶总改名的。站住！你个贱人，让你走！你有病啊！我李思化男人，可不是你这种贱人能觊觎。堂堂未来的影后，就这点素质？ 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敢打过我，贱人，我撕了你！住手！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撕什么野？叶哥哥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先挑衅我，所以我才……我有眼睛，我警告你李思化，叶君集团的人就是我的人，你要敢欺负我的人，我就对你们李家下手。嗯，四大狂嘴人还蛮帅的嘛。 妈妈，既然你是我当家的，是要给我当新爸爸的吗？<咳>绵绵，不许瞎说。嗯，黑亮叔叔，我好委屈。妈妈扣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，叔叔可以给我找份工作吗？我要赚零花钱。我还欠着小丫头一条命呢。我可以给你零花钱。不准给！你居然还敢告状！你最近每天玩游戏玩到几点？ 我就扣你半个月的零花钱而已，这是你应得的惩罚。不给就不给，我自己赚。叔叔，这是我写的游戏脚本，是大仙最火的 SOL 手游挂机脚本。叔叔要是认识游戏公司的人，可以帮我弄一下吗？我们五五分账，我要赚冰淇淋钱。 SOI 手游是我亲自测试的，技术部门一直无法弥补辅助挂机脚本的缺陷，这个脚本正好弥补了所有的缺陷。绵绵，这真是你写的脚本啊？当然，这个世界太魔幻了，短短两天的时间，我居然认识了两个神童。绵绵，明天我来接你去公司，只要通过测试，你会有很多用不完的零花钱。那就拉个商店，一万年必须变。好。 怎么样，总裁？我的宝贝女儿，不仅是怪力鼓舞高手，还是游戏天才，他写的东西价值不菲哦。哼，幸亏啊，他没有遗传你的基因。嗯，你少在那胡说八道。七个。我的西装明天记得拿去干洗。 衣服是意大利手工定制的，价值6位数，别弄坏了，不然咬得你赔。吝啬鬼，我在宴会上真是被蛋糕蒙了眼，居然会对你产生那么一丝丝好感。妈妈，书人本来就很好，他买我的程序。妈妈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也能赚钱养家了。绵绵，你真棒。嗯。 云归，
你要查的消息在白七爷手中，他只接受暗夜当面交易。行，我化好妆这就过来。不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白七爷，脸一遮谁怕谁呀、啊？七爷，我听说你手里有沈家的资料，我想要，你开个价吧。沈家的资料我有，我这儿还有着沈家常人查不到的秘密。不过，我暗夜的情报不是用钱就能买得到的。白七爷，不买情报，不卖身。挺浪漫，你敢卖，我也不敢买。像沈家的资料，就用你身上纹身的秘密来换取。白七爷对妈妈留给我的纹身感兴趣，妈妈失踪前说过，不要轻易展示纹身。难道这纹身有特殊的含义？怎么不敢说呀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只是诧异，白七爷居然对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随便纹的图案感兴趣。既然白七爷喜欢，那我把那家店的地址给你，保证纹的一模一样。当我三岁小孩呀？那既然白七爷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不过我已经把纹身的来源告诉你，那你是不是也该把沈家的幕后资料给我呢？把你面具摘下来，我看一眼。想看我花容月貌的脸，那得额外谈条件。不过我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白七爷长什么样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倒数三个数，我们同时摘面具。好，来，三二。堂堂河南皇帝白七爷居然对个弱女子使诈，你就不怕传出去砸了你的金字招牌，被别人耻笑吗？这是沈家所有资料，交易到此结束。下次要是还有这种不花钱的交易，白七爷记得随时通知我哦。幸亏预判了白七爷的预判，提前易容去见他，不花一分钱就拿到了资料，这感觉真是棒极了。叔叔，我给你先写一组代码，和昨天的相似，不过比昨天的更好。靠，是我眼花了吗？还是这世界变了？这么小的孩子玩起电脑来居然这么厉害。叔，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吗？好，很好，绵绵，你真棒，我为你爸爸妈妈感到骄傲。我没有爸爸，我只有妈妈，我妈妈也不知道我爸爸是谁。长得像，还有五岁，变成天赋又这么好。总裁，绵绵该不会是你亲生女儿吧？绵绵该不会是你亲生女儿吧？绵绵居然不是我的女儿，没那福分。这样，绵绵，叔叔给你年薪60万，以后你就专门给叔叔写游戏脚本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叔叔。把钱打在这张卡上，户名是沈万优，是我的代名哦。去处理。你小女神，你还收徒弟吗？我游戏里收徒弟。那个小女神，我想学这个。交学费吗？交学费可以。必须的，小女神，我们先加个微信。嗯。什么？热搜榜第一？好，我去和总裁汇报。总裁，出事了，李四花现在正在会议室，强烈要求开除沈小姐，并把剧组设计师还是安总裁。叔，你要问我妈妈做主呀？去会议室，